联邦政府推出灾难协助，包括薪资保护、经济伤害灾难贷款、小企业债务延迟还款与快速贷款方案，企业主该如何善加利用呢？健康一加一直播间，美东时间4月18号晚上9点，特邀联邦政府小企业部纽约发展专员郭曼丽女士在线为您解答问题。新唐人大纪元脸书同步直播，欢迎拨打热线或线上提问。